百万黎民淹没星空庙的血，背起百万黎民淹没星空庙的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家属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法师讲师，啊，我们当下护国息灾祈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即当下莲座上各府堂上所供设之祖先、冤亲债主、英灵、地基主、个人冤亲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啊，国历的11月24日下午，我们第二节继续来禅解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的功德天，我们会在接近圆满的时候整个总结，会来告知各位，也来向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依教奉行啊，来禀报我们的诸祖灵啊，皆得心开意解，忏悔往昔无明啊，实践力行，我们能够天下一家亲的本愿，天下太平的本愿，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汉宗教融合为一，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即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的教义和教仪。所以我们在2017年中华民国106年的1月1日，我们举办第12坛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大圆满，在林口大体育馆，欢迎各界来参加，带着你们的祖先，带着你们的多生父母，一起来祭祖坛城，受纳祭拜，香花营、香花钱供养，啊，听闻三祖儿女爱好和平，表达啊心声，然后在1月3日，在台中市太平区文化中心举办王禅老祖鬼谷文化两岸的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大未来的修行高层论坛，啊，当然也欢迎各界来参加。再来，本维新圣教是以宗教观，啊，宗教观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中务中心由中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权主办的这一个世界新兴宗教交流论坛将有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洲、韩国、日本的，还有我们中华民国，所以有的宗教修行者本维新圣教的法师们一起心连心，心印心印心决明来交流，将中华文化道统维新圣教的教义和教义相互的交流所以这个即是维新圣教天上天下无双的能够解决人类问题的教门，维新圣教。回顾今年在2016年的2月26日，由中华民国前副总统李秀莲女士她的基金会和美国兰托斯基金会与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联合共同主办的亚太地区宗教自由论坛当时呢，中国大陆的这政府当局兴起一场骚动我也笑一笑，一个国家那么大，13亿人民竟然没有那个心量雅量来真正的深入什么是宗教所以多方的主导让台湾的本来要付出的宗教呢，就教团呢就全部都所升起来，但是王禅老祖开示，这是天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天由天来做决定，不是人来做决定的，一心要办好，所以才有26个国家宗教领袖在台湾阳明林森阳森俱乐部举办为期3天的自由论坛，有79个的宗教领袖来参与，共同商讨为什么世界这么乱，宗教能够尽到什么责任呢？我们参加了我看一看听一听了，我笑一笑不说就只听不说，那我就有了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参与论坛，表达维新圣教对世界和平、对世界宗教这个奉献，对人类的奉献。所以圆道法师的秘书长就为他们说了，所有宗教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只有维新圣教能够解决。这就是王禅老祖嘛，他的天威啊，确实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师同修，我们要有信心用信心
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不要让那么 小心眼啊，斤斤计较，我今天出去能赚多少红包回来，能够怎么样，斤斤计较都不是唯心圣教的本质啊。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为中华民族的大圆融而修一切法，修一切圣法、佛法、道法啊，儒家思想、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而成就为唯心圣教、唯心道藏，才能够立人、立天、立天下苍生啊！所以修行者的心和学士者的心完全不一样啊。那么，修行者的心和宗教啊，它的本质就是利益众生嘛，关心众生啊，尤其与众举着政治更加的不同，政治是利益分配的生活方式嘛，而宗教是常护于民啊，是帮助国家政治上的缺失来圆满的嘛，所以宗教政府一些糊涂官员把它看为各种的不合理没有智慧的评论呢，说起来我看了很难过。难道现在的政府领了老百姓的金钱，一旦当社会有天灾有大难，就拼命求助于宗教界的，要出钱、要奉献、要服务，那么你就制定各种方式不合理、没有智慧的个人思想的歪理论，你要去束缚宗教，哎呀，这可怜的啦！那不是三祖皇帝的心，而是三祖宣言皇帝、神龙炎帝、蚩尤帝，所有后衣者糊涂嘛！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上的糊里糊涂，太多太多了，所以宗教是很重要的。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大孝的功德天，我唯愿呢，我们龙天护法啦，能够保护苍生啦，能够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战争已经5000年，就有3760次大小战争。造成我们的列祖列宗恩怨情仇心慌意乱，真的可怜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今日今时王禅老祖慈悲道教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儒家思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儒家思想的博爱我们道家、佛家的慈悲喜舍，道家的包容，尤其百家思想都是以利他为上圣心华，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十方善诸士们，过去的过去的重新开始，设定自我的方向，超佛越俗。就超度祖先，超佛越俗，你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世界和平啊！所以1月4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罗禅堂，凡是唯心弟子们你们可以回来参加，来听听国际人士、宗教人士，特别要进来。到台湾来研究台湾的唯心圣教究竟利益天下苍生的方向在哪里，这是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你们应该
感恩王禅老祖给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这个尊严，给我们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啊，听有无？所以有一次有一位信徒他也是很慈悲的，他呀佛莲师父你为什么糊里糊涂领了天下太平的担子呢？他很慈悲，万一做不到你要下地狱怎么办？嘿嘿，那才好，我领着担子做不好是我的能力不足，没有智慧，我没有信心，没有力量才做不好，所以下地狱那是必然的嘛，因果就这样嘛，敢做敢当嘛。若是你呢？他说我才不干呢，想到说天下太平，我家就太平不了了，我哪里能够天下太平？我说你就是自私自利才太平不了嘛。你跟老婆跟孩子你自己唯我独尊，哎呀，自私自利的，没有用心来相互包容嘛。那我领着我所有微信弟子，凡是入我们的不平呐。出我们的不复啊，离开我这个心门法门的绝对不会富有啦，进入我们就是大爱的法门心宽利他的法门绝对不会贫的自私自利你绝对会贫。这位信徒师父我好后悔跟你讲这一句话。有什么后悔？没有后悔嘛，讲出来就要负责嘛。维新社所以我带领各位，带着所有维新弟子们，代表各位来奉念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们老祖所教的，我们努力去做啦，你一定会好呀啦，你一定事业会顺利啦，这是一定的真理嘛。普度群生，这有利他以易经风水学服务大众，趋吉避凶，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这一点，我们的维新圣教所有的维新贤士，你们的共同目标。我们的方向就是有利他，我们在座所有的法师博士班，你们在各地帮助众生，社会企业界帮他们忙转危为安，风水不对了你帮他修正，易经指点方向，经营的方向缺点在哪里？所以由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们的法师讲师甚至贤士为大众服务的太多太多了嘞。所以维新圣教能够用这个方式，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服务社会大众，现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能这么做尤其很多企业界后面养着几万人，结果盖房子新盖越盖越差，
到最后公司垮台了，后面有多少的员工乱呢？社会乱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很自傲的说，只有维新圣教可以解决问题。所以难怪我们2月26日在亚太地区国际宗教自由论坛，啊，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啊，拍胸脯的对德国，啊的他们宗教代表，对大家说，世界宗教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维新圣教都可以解决。这是给我们自己信心嘛，确实上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嘛，不是吹牛啊，吹牛无益啊，啊，所以刚才我们林俊杰师兄，师父啊，我提着，哎，刮胡刀给你好不好？哦，为什么？他说你的刀那么长哎，我才不要刮嘞。啊，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的今生。呼吸那么长，那维新弟子都没有把老祖的呼吸拉掉呢。啊，有的宗教的说法，哇，或者拜黑魔去七位才死呢，才正法呢，胡说八道。啊，你也所拜的主神，翠秋观来活活嘛，很长啊，结果被你们的糊涂弟子不好好修，都把祖师佛。菩萨呼吸都拉光了呢，所以我呼吸我不刮了，你听我，啊，被刮了，你们来帮我刮了，你们去漏气的时候就把我漏气一件事情就拉一条呼吸掉了，哦，这个我们要悟嘛，所以维新圣教的教义教法是利他。啊，所以国家若是有能的有为的国家官员政府各级领导，你懂得这个道理，应该三更半夜就要来拜王禅老祖，可以帮助国家安定，企业界百家，因为国家企业界不顺乱了，啊，你们的每个月几十万的薪水，官员那么多薪水都是领老百姓的，领企业家的薪水哎，结果你没有法可以帮助企业家，如果皇冠你未然，哎呀，真的很可怜呐、啊！啊，在那边说空口说白话，啊，讲一些吹毛求疵、不着边际，骗百姓，到最后世人下台了。你所做的功德是什么？真的很可怜的众生哎，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应该要觉醒啊！现在不是批评谁哦，我无权批评谁，各有天命啊，中等三灵是啊，各有天性，不可强也。个人的业力是各自了，但是我们只绝对从心来开发，从心。来自我修行，啊，希望今后开始，我们在三祖、啊老祖宗的天尊天威之下呢，啊加持灌顶，我们的中华三祖儿女们，啊都能够心连心手牵手，啊共创世界真和平，共创啊我们中华三祖列祖先灵。啊，全民、世界、天下一家亲，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诸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
啊，人生百瑞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是王禅老祖勉励我们所有当下性的所有唯心贤士的十方善信大德要悟，而也在唤醒开示当下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应该反省忏悔啊，这个都是名扬两界的一句真言啊。所以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共同的本念是领着天命用易经风水学妙法利他啊。曾经有一位啊，这个专家学者吧，他的名气我知道啊，到了仙佛寺来的非常的谦虚啊，他问我说：“本莲师父啊，啊，我有事情要请教你。”我说：“你说你好了，你尽量讲。”他说：“你为什么要用易经和风水和宗教？”本来是两码子的事嘛，你为什么要用易经风水把它归入宗教？嘿嘿，我说你知道多少？你知道什么是易经？知道什么是风水？那么好了，我请问你，宗教什么时才是宗教？话说不出来的啦。我说宗教口口声声说 要道德，我告诉你，你今天在教书谈道德，你的道德观完全都假的，讲了那么多都虚的，因为你的儿子经营事业骗人倒了一大堆，你的道德到哪里去了啦？那一下，这学者先生，小声一点啦！我才不要小声了，我要更大声。哦，老公一直气了。我说你们的观念都搞错了，真正的宗教以良心为主轴，良心。在哪里？就在你我之间的空间啊，是问心无愧，不要拖累他人，而来只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你今天所谈的道德全部都被你污蔑了。我们孔子孔子公的道德观也被你污蔑了。所以这位先生啊，他才说对了，我的孩子一表人才啊，头脑好得很，但是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惨败荣归，失败了很高兴，爸爸，我这一件老子啊，我这个事情又失败了，赔多少钱？让他莫胡奈何。我就是易经的法则啦啊，孩子什么时候生的呢？他什么时候生哈，你就给他破戒啦，破相破戒，为了面子让自己的破相能够有尊严，能站起来在朋友前面亲戚朋友旁边好或者前面站得起来，所以讲一些都不切实际的话语，你以为他是真的，错了啦！所以你不学易经，你还会更惨。
啊，然后这位先生呢，混元师父啊，我知道什么叫宗教了、啊。宗教就是安抚民心，做到问心无愧，就是宗教嘛。不是在那么口口腔啊，你前面在腔，后面的家庭在起问题啊，你怎么为众生解决呢？你怎么为社会利他呢？先利己啦，我今天腔最痛，爱多少你先把放下去啦。这都是我们的众生的习性，也是众生愿挨愿打，你也不能去怪他们。所以那一位专家学者教授，他就很坦白的跟我说了，过去我对你有感冒，你感冒几年了、哦、我感冒了差不多将近十年，因为我以前在台视啊，易经风水面面观播了十几年，总共2245集，一天一集，十几年，还有我们的维新天下视，维新电视台，他看又要看，又一直找不出这个啊方向出来，所以才硬着头皮上来宣佛寺跟我谈这一些事情。我中华文化宣仁皇帝祖、神龙炎帝祖所接的文化，我们的呼吸四足和女娲四足，然后三足啊，这个壶蚩尤黄帝炎帝啊，这个伏羲四足是先天，先天是空性，好、等伏羲四足文化传到黄帝炎帝，就先天的空性，这有一个连山以归藏之意，山河大地是先天，所以先天卦本具足，先天山河大地本具足，任何人没有办法用什么话来形容，用语言来表达，包括达摩大师来到中国是要来化解中华文化易经的法则，这个道到最后来还是找不出错方法可来化解，因为这个是先天大地，山河大地这本来就具足了，你任何人没有办法用语言用文字来撰写，所以达摩大师才说一句不可说，不可思议，没有办法用嘴来说，没有办法用头脑拿出来讨论的山河大地吧，有如我们仙佛寺禅机山这个山河大地，有几位能够了解到禅机山仙佛寺的风水到宝地，它里面的所含藏的天机有多少？没有啊，到现在我现在还没有碰到啊。哦，再来，女娲后天，后天卦，所以为用应用，这传到啊这个蚩尤族。
啊，后天为应用，后天为用，啊，衰者以为体为用，体用兼备，才能够圆满中华文化和世间的一切天人智慧等。所以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空无，来到世间就有这个有形有相的世界了。啊，所以达摩大师来到中土，啊，为了排解中华文化道统这个谜，到最后来还是没有结论。只能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就是禅想自己去悟，若是悟不通你就禅了啦，就像嘛禅了禅嘛啦。所以九黎蚩尤地主他所接的文化，九天玄女的后天八卦，好，后天八卦九宫，九宫八卦中间是戊己，好，八方，好，九一二三四五，好，六七，二一二都八。啊，整个都是十五，合起来都十五。这是后天，为用三元九运，所以这个即是佛法之最高境界。啊，结果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的体用兼备，这个智慧只有王禅老祖了了分明。所以阿弥陀佛真慈悲啊，好厉害哦。啊，为了这个事情，只有王禅老子的大道才能维系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才倒驾慈航出生转化为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涅槃之后啊，世界要和平，天下太平，只有找王禅老祖娘，请王禅老祖下凡。因为王禅老祖他将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掌在掌中，有没有？你看呢，老祖的掌手里拿着八卦，没有哪一个神能拿着敢拿着八卦在胸口啊。哦，所以这一次今年七月十四日我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九龙壁前的王禅老祖开始要塑造一尊大金身，高24.45公尺，而以佛呢八卦山大佛同样的高，只是多出了45公分而已啊。啊，这所里长的他这个八卦有多大有多高，就是这么高，5米的长的八卦有5米的大八卦。在后年5月5日我们就要落成了，将成为世界和平灯塔，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灯塔一座明灯，王禅老祖的圣像。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天威所含藏的智慧是广义的，
不是狭隘的，我们不要像一般社会大众雕虫小技，讲啊有诶无诶，啊只顾自己，不顾众生，那不是唯心圣教所有贤士讲出法师的本来意啊。听有无？好，那好，风水学服务大众，啊，趋吉避凶，防患未然。你要趋吉避凶，不简单呢。唯心圣教，道藏15615卷，都是趋吉避凶的上圣法门。5000年来，没有人传，只有王禅老祖在30年来传了15615卷，由我们医药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他所集结带领117位玄士同修，大家一起来集结，啊，总共15615卷，圆满之后，圆和法师放下来了，回去了，回到普贤菩萨的果位回去了。我们要感恩与赞叹，这次开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来从来没有的历史法宝记录，在唯心圣教才有啊。所以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尽量不要看得那么狭隘啊，小眼睛小鼻子嘴那么小，你所看的就是那么小，你觉得是烦恼，也就已经违背了我们来到世间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利他，所学的法都要利他。那么我有一次我想到，哎呀，天底下利他最了不起的人是哪一位你知道吗？哪一位啊？圆冲法师。不对啦，啊，是每一位的爸爸和妈妈啦。为什么呢？爸爸妈妈一直养育着儿女啊，照顾子女，培养他们，给他吃。所以这次我生病在医院。啊，我对面的一户，他是一个儿子而已，老爸生病，对嗨，儿子搞着爸爸头发一头哈，你给我嗨，你看，啊，现在很多众生很可怜呢，他有钱养狗，还会喂猫狗去帮他送去给按摩哎。爸爸在家里，妈妈在家里，难过得很。他连一个按摩看也不看呢，赶快照顾他的狗狗啊，他猫小猫啊。啊，爸爸给他吃了一点的，补一点的，美卡米，就是买特别牛肉罐来养狗哎，狗狗哎。哎，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们天地颠倒了。哦，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要有觉醒啊，要有觉性。若是我们身为子女的先立爸爸妈妈，好，因为爸爸妈妈都立孩子嘛，立子女了嘛，培养他教育他啊，给他到国外去读书啊，当孩子到国外拿到博士回来了，妈妈碎碎念，就说妈妈没有营养，没有受教育，
爸爸没有营养，没有受教育，带不出去，这种不孝的人太多了，很可怜呢。所以你们要送主女出去，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要占卦，从命卦里面看岁金或是月令克四爻了，绝对不要出去。你出去了，除非你很好的教育，不然回来你会后悔，看到太多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们学易经就是要安顿社会大众，安顿人心。那有几个宗教能够做肯这么做？不可能啊，世上也是不懂。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长刚才圆通法师说立他最伟大的是哪一位？王禅老祖没有错，我先赞叹你，我说你做爸爸的立子女，那接下来大众的就是王禅老祖嘛，立众生嘛，教一切法，传一切法。所以老祖师尊教我们要安定社会，一定要先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先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处事先大家学易经。好，大人小孩也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就是利他嘛。所以我们的唯心贤士同修法师，你们的天命是利他的大天尊，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为了大家成就为利他大天尊，那样的话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嘛。能利他是最富有的人啊，你不会利他自私自利的人是世界上最穷的人。所以我们大家学易经嘛，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一定会太平。那么相信社会大众你们一起进入来学易经，你就知道啦，听有无？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啊，若是我说的话有比较不礼貌的地方，都出自大家的心，共同所发露出来的心声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诚毅工业有限公司全体员。